王心凌资料照，记者潘少棠社，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王心凌与姚元浩分手后，日前爆出他与39岁的科技新贵蓝蔚文热恋，如今两人稳定低调交往。不过看似风平浪静的恋情却是暗潮汹涌，有报道指出蓝蔚文家里对蓝王恋颇有意见，甚至更将蓝蔚文禁足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这段蓝王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先是蓝蔚文被曝曾与超级偶像参赛选手华航空姐陈姿颖论及婚嫁，最后告吹。对于外传是非，王心凌百分百信任。蓝蔚文对于女友通情达理感到非常开心。不过蓝家却也传对王心凌有意见，蓝父顾及儿子与艺人交往，他和家族所有事情都会变得透明，心脏要够强大才承受得起考验。蓝蔚文更因此被禁足两天，要他好好思考。看来两人在开花结果前还需先进行一场家庭革命。即将满40岁的蓝蔚文看到身边好友结婚生子，也想好好稳定下来组织家庭。当他向身边好友倾诉时，大家对他突然从不婚到想婚都吓一跳，觉得王心凌能让蓝董改变浪子性格，应该就是他的天命真女吧。